好，咱这个小芳男孩博士哈，你今天话匣打开了哈，应该是很高兴。那我们给自己掌声一下，哇，真的非常有水准的听众哦，再掌声一下。好像不太到嘞，再去洗了把衣服哦，杯子。哦，谢谢大家，哎，到一下，那我也谢谢阿月，掌声一下。感觉不啊哈，感觉呢？三级下级只能办火的团体哦，啊，你如果要上厕所就慢慢过来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接下来要带动唱，好不好？好。阿斌，我们的明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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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欢迎他出来，欢迎走。他眼睛已经完全看不到，但是他今天要带我们带动唱。然后我们请音楼，我去上厕所哈，没关系。让他慢慢来啊、哦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好，那英龙那个阿炳要先做个见证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好。要不要麦克风？要。啊，不用。好，给个掌声。哇，不要吝惜你们的掌声哦。好。我的第一个见证是祈祷的重要性。在我们生病、痛苦跟喜乐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呢？祷告。对，我发现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像我在生病、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都靠着祷告向爸爸同学祈求，然后让我身体好一点。最神奇的是哦，在我确诊的第二天，我真的很难过，很不舒服。我跟阿爸祈祷，阿爸，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请你医治我好不好？他真的派遣了我的医师，他说他的药开错了，说要帮我换药，而且是主动的哦，不是我去跟他说的哦。这我在没有祈祷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说哦。在我祈祷完之后，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，他突然打给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腰开错了耶！”我傻眼。对啊，啊，所以祈祷是真的很重要。开心祈祷，跟阿爸分享。谢谢大家。Hey, 感谢他的分享。好，我们的诗情已经到位了哦。你们要站着还是要坐着？好，站着，好，我们站起来，动一动哦，来，请站起来，动一动哦。好，我们要来唱《云上太阳》。好，会唱的一起唱哦。这边有鼓啦，挡到我的听。哦，对不起，你们坐下来好了，你们两位坐下来。不好意思。好，等下来，等下哦，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好。可以了吗？那个阿姨，你好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好，没关系哦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吃慢火的生活。好，因为他还在洗肾哦，可是他要带我们带动唱哦 ，OK 的吗 ？OK。好，来。对。把我们的手抬起来，然后稍微看旁边。然后两只手祷告往前，然后往上，来预备，感谢神。云上太阳往上，小星星，来挥挥手。好，让我们的眼睛，手从眼泪掉下来。云上太阳，小手往上。好，挥挥手。哦，往前划船，不改变。阿门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在被你的脚下，
的一起唱哦。好，慢慢的下来。好，头抬上，然后用手用眼睛看远方，然后微笑往前，往手往上，脸上太阳小星星往上转下来，好，背背手，再来小雨掉到你的头上，雨从你的头滴下来，脸上太阳手往上。都不再挥挥手，好，往前划船，不改变，举上太阳后好往上来，挥挥手，好，小雨从你的上掉下来咯，好，云上太阳手上来，小心不改变，挥挥手，啊，往前划船，不改变。阿门，感谢神，拍拍手。好，自己抱一抱，左转转，右转转。好，好，欢迎，请坐下。哇，这么优秀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有福教授有准备。红包要给他哈，因为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有很多恩典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恩典也给他们。那我们请那个我们的高长老给他一个恩典哦。好，一个见证，对，还有一个带动唱，那给他鼓掌。好，慢慢来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慢活的族群哈。他其实眼睛几乎都完全看不到，他手。脚不方便，但是他每个礼拜都来祷告会哦，还来做礼拜，然后他很爱神，哦、他说他要来带大家带动唱，感谢神上帝、哦，他还在洗肾，好、哦，我们高长老带他进去，他需要一个支撑点才能够带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谢谢他，好吧，慢慢来哦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高长老给他一个祝福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预备的是玉琴姐《爱的真谛》，你要在原地唱，还是要到前面来？好，随便。我希望你们到前面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他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，哈，好像其他的人都没有得到第一名，哈，全部都是第一名，都是给他的。弟弟，我们的圣诞老公公要跟他一起唱，好，来听起来，等一下哦，来站起来，往前，好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方形，他有的就看到后面，没有关系，歌声最重要，对不对？要不要麦克风？不用，不用啊，不用麦克风，好，那我们请发挥我们最优秀的安静，来，给掌声。大师兄帮忙唱，帮忙合音哈。Thank you.
好，我一唱你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以前也是我歌词在后面哦，啊。他得过歌唱比赛100次以上。哦，他也是爱乐的哈，得过100次的冠军。对哈。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爱是不自夸不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艺术，不求自己的艺术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计算人家，不喜欢不义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阿们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哇，我们长老要给永福的祝福，来给个红包。哇，希望这个祝福满满，好，带着这个祝福的红包回去，更多祝福。好，那刚才呢，爱乐我们长老说也要给他哦，来。爱乐合唱团长老也要给他红包，然后给祝福，来给个掌声。哇，谢谢谢谢哦，大家来这边都得到祝福哦，永福是永远祝福的教会哦，欢迎你们常常来我们教会，大家回家，欢迎你们回家哦。好，来，好、哦、长老，他说这个都要给，一定要给哦，来来来。还有那个思琪，郝英龙，他是我们教会的思琪，哇，很棒！今天所有作者大家都在，再给他一个掌声，好，敬你们的掌声。然后长老这边有一包蜜饮是要给黄南海博士，我们请张宝给博士。他说不要吗？不要讲他的名字，他就是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会员，我们谢谢他哦，一直在支持我们，好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有歌声，对不对？有带动唱，我们再请玉贤姐帮我们做见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我们是一个明眼的跟盲眼的在一起的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。像玉贤姐跟我们在一起做见证，她是一个正常。好，我给你麦克风。谢谢。各位兄弟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圣经内底有记载讲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有的都要夺过来。在马太福音1:25-29，意思是，圣经内底讲的，耶稣伊来到世间是一个无罪、无玷污的，然后他承担了我们的世人一切的罪犯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埋葬，死了3天以后复活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就把教会放在地上。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神都有给我们一些恩赐，就如经上说的，他有5000两、2000两，或是1000两。当你身上有的恩赐，你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原本有的，而是神给你的恩典。你做事不用出来，不发挥出来，不去帮助别人，那你就赚不到那5000。但你若认真的去帮助别人，服侍别人，神说他要加倍给你。然后给你的是，你付出去的是5000，他也会给你5000。
你付出去的两千，他也会给你两千，但是一千得着的人，他，就是他的想法是负面，他想叫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把那一千拿出来，我就懒惰，我就凿了一个洞，然后把那一千块埋起来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把那个一千块还给他。他的想法是这样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假如你有身上有恩赐，你不去发挥出来，不去帮助别人，他连你有的那一千，他都要夺过来给那个认真又愿意做事的人。那，今年三月份，因为我们四月是扫墓，那家里面就在开始讨论说我们扫墓要怎么去，然后怎么约。在约的过程，我三哥就提说他现在肚子肠子都不太舒服，所以他今年可能不参加。那私底下我就跟他用 LINE 问他说，哥哥你怎么了，你每年都有参加，今年为什么就不愿意参加？他说是身体不舒服，其实我是很想参加。我说那你身体是怎样？他说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，我说不要紧啦，我读给你的，你婆婆跟我说一下，我 会了解。他说我现在大便出来都是巧克力的颜色。那我还想说哇这样不错，我说哥哥你好，不要再住家了，你最好去便宜检查一下，看医生怎么给你诊断。他就去到便宜检查了，他不敢听那个报告，说叫我去给他倒听。现在一个听的时候，医生说他已经是直肠癌四期，然后转移肝。他的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变成大家都，我们合家就陷入一种很风暴当中，就是非常的吓客。这个病以三个人行于身上，那我们就开始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他在做电疗26次，到化疗2次，就原本你看到一个是很健健康康，也工作，然后也开计程车。他从军中，读完书服军役完了以后，就是开退休以后开计程车。现在这样一个破病了，电疗26次，化疗第2次，电到半道，半道了2次，去病院又半道一次3次，就尿失禁了。尿失禁以后2次才化疗，又吃不下东西，没有胃口，所以也插鼻胃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非常的，因为我是学护理的，我想帮我哥哥。那我也因为嫂嫂是越南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有一次在晚上我祷告，我跟神说，主啊，我哥哥这样的状况，我知道的。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假如我想卖掉我家里面的红块木，或是连我房子也可以卖掉，就是为了愿意帮哥哥把病治好。结果我这个祷告完了之后，我感受到神对我说，让我来，我出手。然后很奇妙，就透过一个姐妹，她是牧师，她说我平常也在做护理工作，你愿不愿意来当 special nurse， 就是照顾病人。哎，我心里想，这难道是神为我开的路吗？那我就接受这个工作，感谢主。那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我看见是神真的很爱我哥哥。那他也从以前我们为他30几年的祷告，后来他5月也受洗了，归入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。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，
这个心只要你用对地方就很好，用错地方就很麻烦。例如说我们男生要追女生，追女朋友，你是不是要很用心的、很认真的去陪伴跟追求，你才能够追求得到？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，家有家法，国有国的宪法，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却是他有律例典章，我们就一定要遵守。而且我们要更真心的来寻求主，因为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要紧紧的来抓住神。若是你的心是放在世界，你想要赚更多的钱，但是你的目标、你的宗旨是错的，你是要来享受你自己，你是要来享受我的拥有、我的自私、我的贪婪，那这样的目标就不对了。因为我们有心，就能够在我们有限的日子能够认识这位主。相信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的人都是很有心，你们都是愿意来听听我们这些爱盲的他们的歌声，还有见证，还有跳舞。今天我们若只看到表面，这样实在太可惜了。我们要寻求到真正的神的话语，就欢迎你们礼拜天来到当中。我们的传道会告诉你什么叫耶稣的诫命，要有实践。然后我们生命里面要有九个果子，那九个果子又怎么能够活出来，又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？你们从信息当中，因为听到一个人会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所以我们巴不得很欢迎你们厝边隔壁小姐来到我们教会，会当更较明白是安怎咱爱来信耶稣，绝对有伊的好处，因为神会祝福我们。就像我那样一个委身的祷告，我求神帮助我，让我给我一份工作，我好可以去用金钱来帮助哥哥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主。哇，谢谢一姐姐，那个长老要给他一个祝福啊，知道我们的会友神都与我们在一起，生活当中都与我们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就给我们祝福。接下来呢，耶和华祝福默默，加上一个月，大家都在练咯。带上大哥来起来，你来行咧表啦，别打架。好，那是全马哦。好，来，一公，哎，我麦克再请我出来。来，感谢感谢大家平安。我吃遐短哦，第一届唱诗歌啊，那都有两个哦，甲我帮忙，就是陈昌大，伊用个语音给我，啊，我甲背歌词啊，你甲会晓唱。那都一个王老师，都甲我导用安尼，感谢两个哦。啊，大家平安，今仔圣诞节快乐！我开始向耶和华祝福满满。小事真好听，我得上花的歌声，会出听动的根基。床中的别人是无欠过什么，山顶的百合花，
准伫咱旁边，总是算命的兄弟，为你小事真好气，好得像花的结实，来自天堂的平地。小事真好气，好得像花的结实，现出厅堂的根基。也无我像花阿母，亲像海边土沙，我得慈爱的大澳万世代。我袂了手金牌，我的亲兄弟名永不衰，我这份阿母亲像海边土沙，我的慈爱的高万世代，我要求敬拜我的亲兄弟名永不衰，谢谢，也谢谢歌王歌后哈，哇，再一次掌声，好，彩虹。给个祝福哦，刚好给个祝福，谢谢他们，好，慢慢的回去。好、哦，接下来凤龙生要说故事，所以你看我的装扮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班长欢迎凤龙进来。好，来，他的专场是说故事，还有他说故事，还有药神，来。妈妈，你家欢喜庆祝耶稣圣诞，是不是？耶稣是出世，是咱的救主。今天你们要讲的是耶稣的祖先。我那千年前，耶稣的祖先就是大白王。大白王，伊原来是出世是小小的伯利恒。所在的城市，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大白王伊的囝有十个囝，伊的第十个囝叫做撒罗文王，咱今仔日看到就是撒罗文王，英明，不英明，叫智慧。撒罗文王，撒接伊个老爸大白王做王的时，伊个还阁足少年，才十几岁啊尔，所以伊甲上帝求讲上帝啊，我还少年，我要治理全国的百姓，足济代志，我来无法度，所以。求你让我有聪明和智慧，这个撒罗文王伊迄阵十几岁，所以还袂有退休，所以要少年，咱后来
望，上帝甲你讲，讲你爱我，互你什么，什么物件，互你即摆做王，啊，你爱什么？所罗门王甲上帝讲，伊讲我爱智慧，我要少年，我无够经验，所以我爱智慧，上帝。就伫个梦中，甲伊讲好，我要赐予你智慧、聪明。总是你无求财富，也无求什么，我也拢要赐予你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。上帝是听咱上帝，所以过来精神。这个所有文王精神起来时，伊就足欢喜的，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，伊就献我礼物啊，上帝，上帝就来赐予伊真侪聪明智慧，到有一日，有两个妇人呐，查某人就来碰见，互相碰见。伊甲所罗门王讲，讲所罗门王，阮两个人大聚会，伊也生一个囝，我也生一个囝，查甫囝。总是吼，有一日天光的时吼，看我看见我的囝，快死去啊！伊讲，伊甲所罗门王讲，是安怎我的囝会？我就无得死去啊！迄个负责人伊个囝，伊来甲我偷抱去个，伊甲我偷抱去个，看我伫困个时甲我偷抱去。我安尼恁想，所罗门王要安怎？所罗门王要安怎？我伊个囝死去个。查某人也讲，无这个我的囝，哪是我的？死的囝是你的，哦，安尼要安怎？有两个囝，一个死去啊，一个活的。可以拿哦，好，我们谢谢凤蓉姐。
哎，世上朋友要带我们做游戏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不相信，他要带我们做游戏哦。好，他游戏我们欢迎景真，来景真哦，他刚才在担心他的手机没有办法哦。景真他是 RP， 他说他的专场是带游戏，所以他要用他的专场来荣耀神。好，来，来这个要神用。好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！好，越来越轻松。大家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？应该大家三无来对哦，大家都刚刚都，是不是有神秘人物要出场？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什么歌曲的配乐？知道的人可以举手。哦耶！给他一个奖品吗？给奖品，给奖品，来，不可能的任务，请举手。刚刚说。哇！放品自由秀。大哥。再来。好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你还有没有奖品？你要补奖品。啊，没有，这补奖品，等一下再补奖品。好，来。那我们今天来玩一个互动游戏，大家肚子饿不饿？饿。那肚子还是要玩，因为很好玩。然后呢，是这样子，你也都可以玩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是什么？炸弹。手上有一个黑黑的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炸弹，对不对？炸弹。哦，对，有个炸弹。连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今天是什么节？圣诞节。我们要做一个圣诞任务，把这个蛋呢送到前线。大家知道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吗？那我们台湾呢，也要把这个战火、把这个军力、军火运送到前线。所以大家要执行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就是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一直吵啊？我把它关掉。饿吗？你的话压吗？好。大家呢？首先，我需要你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跟你左右的邻居先认识。好，简单的花30秒钟的时间，然后跟对方讲我叫什么名字。我是明眼人还是视障者？因为待会我手上这一颗炸弹，这一颗蛋呢，需要它有引线，要大家小心翼翼的去传递，要从后方传递到前线。哪边是后方？那个耀生哥告诉我们一下哪边是后方，因为我是视障者。富康。啊？那这边是后方还是哪边？前线。前线哟，哦，那边是前线。那边是前线，前线举举个手。前线的请举手，在前线的举个手。好，那哪边是我们从这个这边？那边是富康。好，富康。好，来。那我跟你说，待会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炸弹，就是要传递哦，因为它有引线，所以你要小心翼翼的传递到对方。然后你可不可以用力丢过去？可以。不可以，要跟他说某某某，来，我送炸弹，我送礼物过来了，不是，我送礼物过来了，错，我要说我送礼物过来了。然后散过去的时候，对方要把手伸出来，对方收到以后，然后再传递到下一个人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对方的需要，他有没有把手伸出来，然后有没有接收到讯息，不可以掉下来，掉下来的人就丑一的人要怎么样？打屁股。大进来打屁股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后方起下，请等一下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定时器哦。哇，我先示范一下。一点不着，
所以咱印象的时阵爱做学习，啊是爱复杂的话，哦对哦，我今天肯定炸药的人爱安那，要怎么收起来啊？要生就来传一下。要抓死，把手拿上去，眼睛要倒挂。啊对啊对啊，嘴巴要张大。要死我好天的。如果演得好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小小的奖品。哦，有礼物。然后呢？他请对方来为我们做一个祝福，就是说他希望把这个祝福给谁，然后给他好来为我们大家说几句就是祝福的话，把那个无形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啊，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诗琴手啊，给我们一点音乐好不好？圣诞音乐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会唱的，可以继续唱。要给后方。好，那那个。中间有连结的部分，来，来，景熙哥，站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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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身份安尼啦。啊，你可以啦，他真的是身份。会啦，一团，你这样想啊，动手巧你，耀真哥你要监控一下有没有风，麻烦你来点一下。看来他不想让大家赶快结束吃饭，他还想偷玩是不是？阿妹，没事，你点个酸出起来，将，我这一部分。谁？终于，他是蹦掉了。好，来。哦，怡萍哦。怡萍要讲祝福的话。终于找到那个女主了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那个幸运者，他们你的礼物用拿出来。我的礼物在这儿。好，来怡萍，帮我们说祝福。我很高兴，我第一次来参加教会的活动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你要说你很幸运啊！我很幸运能来这边参加这里的活动，谢谢大家。哇！哇！谢谢祝福哦，给你一个礼物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炸弹，有圣灵呵护，抱一次而已。我们谢谢行政，来走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对，等一下，我们教会要给祝福哦，给一个红包。哇，刚才那一个要不要给祝福？来，那个，也给个祝福吗？等一下，好的，我们最后一个压走的，嘿，有没有看过盲人要跳舞？没有哈、哦，那个永田老师，他要报名，而且他们昨天去自装花了好几千块哦，给鼓励。好。永田老师跟玉贤姐要一起帮我们跳一首，好，来，永田老师再讲几句话。我们的压轴来这边，麦克。他是全盲。我是全盲的，我脑瘤开刀，感谢赞美主，我的医生都过世了，我还活着，真的是感谢赞美主。因为我开刀46年啊，46年。现在医生已经不帮我做检查了，他说你活得够久了，不用做检查了。那我要继续努力，再活到99，然后在永福长老教会做长老。这个心愿，我今天祷告，主一定会成就，对不对？我要把今天长老给我的祝福，要给每一个人。这个祝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提出来的。我今天有预备点心，那但是我要把这个时间拉到一个月过年的时间，你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背主导文，还有使徒信经，我一定会给你祝福，加油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今天我们要跳一首舞，叫做《基督降生在马德内面》，我的台语还不错，谢谢鼓励。好，谢谢掌声。好，大家拍手哦！啊，不用拍手，不用拍手。
谢谢圣诞老公公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好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，谢谢，很精彩的舞蹈哦。马克尔他们只有简单的几分钟，其实都花了好几个月在预备哦。谢谢，感谢大家今天来这边庆祝圣诞节。哇，欢迎回家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哇，我很喜欢大家掌声。哦，刚才是谁提的？欢迎编舞员工嘉嘉跟阿英和嘉嘉，好不好？好。欢迎回来哦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因为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发便当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谢饭的祷告。那因为志工觉得说移动会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站着，我们坐着，啊，请志工一个一个把便当放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请那个便当的那个公司有用袋子，如果说你方便，你要留在这边吃也可以，带回家吃也可以。吃完之后，把你的便当带回家丢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做手做环保的工作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神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边过很快乐的圣诞节，求你的灵与我们在一起，你的祝福恩典跟每个人在一起，也圣化我们等一下要吃的便当，让我们身心灵得饱足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。好，那我们请守秩序一下，我们请志工帮你发便当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我放一点音乐，那你们可以在这边吃饭，那也可以带回家啊。哦，欢迎大家常常回来永福看看我们，永福是大家的家哦，欢迎大家。好，慢慢来哦。好，我们是慢活的。哦，是打路人吗？哇，我们欢迎打路人，好不好？有点原住民，对不对？我们欢迎原住民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掌声给他。哎，你的工作室有没有？你先等一下。工作室的记者。哎，工作室是为了记者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欢迎他，希望他常常来我们这里，我们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可以。跟我们一起享用我们的午餐，谢谢。来，后面的。
跟你们说，啊，你刚才有拿的对不对？